前面是一个正常的扣子，然后左右两侧它有一个类似腰绑带的感觉。我把这个扣子拆掉之后，里面还有一个扣子，就等于说我们的腰部呢其实是可以直接调节的。比较有肉一点的女生，其实你可以往后扣，然后它就会长这样子，然后你的空间就会更多更大。像它156公分，我穿起来的话呢，其实是需要穿一点跟鞋。对，它是微落地感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其实小个身形的话，因为它是直筒宽裤，所以你下反折的话，裤子是不会变形的。然后我身高是167，然后现在有点小 M 身形，然后平常是 S 号，但是最近吃胖了。但是呢，其实我的腰部都还有空间，不会过于紧勒。加上呢，长度部分大概是约莫落在高个的那个脚踝处下方一点的位置，所以我觉得其实穿到168、169、170的女生，应该对于你们来说，这个长度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。